这青斑，这只是为倒位来啊？妈，头来。妈，你，哎，对对对，林子生啊，你不要哭，讲话笑。我讲我这是，人我这是道义有道。嗯，嘿，子彤啊，你听我讲啊，那都是哦，迄只死路棍啊，伊要进行迄个光电的行李啦。 阿姨看甲伊迄个橘子山迄片土地，啊，毋过一直讲袂落来，毋过伊即马看到你出代志啊，伊就想讲阿嬷一定会想要赶紧甲迄个土地卖掉，换现金来救你，所以伊昨哦，就提出这一千万，叫许世伟去找一个人头做买主。阿姨想起办法摕到这张支票，特别买主啊。啊，毋过迄是人家祖传的土地呢。 刚刚用一千万都卖掉啊！我迄地拢想要报喜不报忧，结果煞互大家烦恼啊！你莫安尼想啦，阿嬷有讲过啊，若是要收着这祖传的土地，不如互囝孙减轻一寡负担。妹妹啊，爸，莫我甲你讲，咱的祖先留土地、留财产，就是要留互囝孙用的，莫就这样子。 妈，迄杜光亮一向拢足粗残的，出手嘛足凶的呢。伫安尼做，感情才无问题。放心啦，我是用恁哥哥的名义去买的啦。就算迄只死道棍仔知影，伊嘛毋敢废话啦。你是讲？妈是讲，这土地哦，即马伫我手头。就算讲杜光亮人家要死，那就无法啦。来讲。 为道骨那的身躯顶哦，摕一千万哦，我阁嫌少啦。当初都是伊用傲步淘汰林家的钱，才甲金英姨妹买落来的呢。我安尼做，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尔啦。妹妹啊，阿妈的话，安心收落来，好好度过这个难关，我爸甲阿妈才得安心。 对啦，你听话啦，妈妈阁想要看到你用童之心，甲金英英的过去的光影，找倒转来，嗯。多谢你，那安尼我即马就去赶三点半，甲机票寄入去，去。 汤的汤啊，确实有问题。真正有病死死啊的残留，所以，伊的尿血红真正有问题哦。我早都知影，迄个钱啊，怎啊，唔打你信任啦？后悔阮子彤白白落为五年的青春无名无份，对着伊食苦。啊，这期间可能有啥物误会啦？别误会啦，明不人知影。 我即个绝对来不让伊甩啦！队长，不是啊，你若一个一个都用这种表情甲我看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提起这工厂，伊的汤啊，无头家找出来。昨下生意交完的时阵，从头通换去，啊，不过好佳哉，报出人军中，甲断掉的汤啊，捡到转来，搁提去检查。 结果内底确实有丙烯酰胺的残留，廖凯宏，我去解释。我真正有问题哦，所以才会有人一直出招想要暗卡。 所以咧，恁即马就因为这份报告，就怀疑我动下手。你想卖遮尔有情绪，我嘛无讲，我一定都是你做诶。啊，毋过这就代表你有代志，我麻烦。凯宏。
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跟我说？丹青，我哪有可能把事情瞒大家啦？你不能因为恁虽然是汤有问题，就把原料调派的事情赖在我头壳顶啊！我真正足冤枉的呢。你冤枉？阮梓潼这么欠债，怎有可能把我抓去关呢？是谁在冤枉啊？妈，梓潼拄到这款代志，我嘛足心痛的。但是你袂当安尼啊，看到乌影就开枪。那安尼，你把代志讲好清楚，是安那物件到你的手头就出问题啊？妈，应该讲的我拢讲过啊。我是呢，最近我咧拼事业，当咧抢我的事业，我对梓潼淡薄仔疏忽，恁可能因为安尼对我无啥满意，这我会当理解。但是你袂当安尼，把咱煞水拢泼我，安尼敢袂当解决问题？廖凯华，原料是伫你的手头，互人调包的呢。卡叔，是你直接把原料送去加工厂的，那安尼？你就是最大的嫌疑犯，啊那无，就是你把原料送去加工厂的路，你唔知影我去倒位，唔敢予人知影，为着要证明你的清白，阮今嘛，予你机会，予你解释予清楚，这敢有过分？你讲啊你！子晨，你原来有派人去军中加工厂的头家，遐个人拢有亲目睭看着。加工厂的头家在空堂，被人调包去。伊嘛是直接去见人数啊，是安怎个有人调包？那是因为路人又留下杯饮料。对啊，安尼就对啊。我冇可能中去加油，或者是去便利商店买饮料啊。是安怎伊就有人调包，我就未拄着。妈呢？前那一开始你不爱讲好清楚，你是一直假死死的。你讲原料是你直接送去加工厂的呢？李子正，你台湾手机有什么送啥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先讲。恁真正把我们凯宏当作贼啊？你拄啊好就好啦，手机竟然藏落来啦。爸。你就只剩看一个啦，若是会当证明凯宏的清白，你嘛真好啊。廖凯宏，你讲迄天直接搞完了，摕去加工厂，有去别个所在？我讲无就是无，恁到底要讲几届啊？那呢，就是你咧讲白贼，大王记录讲的是了实话，定位真清楚，你去加工厂进前。有去温泉饭店，让他改水，温泉饭店哦，你想要我直接去黄泉饭店哈？廖凯宏，你竟然在恁老爸面头前讲白贼，搁讲啊这尔啊红声，我来讲，梓潼早就跟我讲过了，迄个吴盈盈去杀着你啦，我看。你根本就是趁这个机会在外口偷吃。你讲吴盈盈、江凯宏，哼，妈，我知影你唔甘自嘲，但是你真正袂当安尼侮辱我娘家呢。我真正才就爸所讲的，无名无利咧拼事业，我只是趁我放假的时阵去浸一下温泉，这有啥物唔对？廖凯宏，你到底是讲啥？温泉饭店跟加工厂根本就无损咯，佮甚物硬拗？迄就是客户送的温泉券啊！我趁我家己放假的时阵，去浸一下温泉，小休困一下，再安全上路。这跟我甚物问题？我即摆是安怎？恁大家搞我当作是十恶不赦大坏蛋，或者是我怒犯天条性？那安尼是安怎？你一开始无爱老实讲呢，让人脏着才要讲，你这根本就是做贼心虚。
宋林鸿啊，我的老爸呢？我即马搁在现场，你讲话敢唔当歹啊歹听？廖建坤，进前阮子申请青年创业贷款的时阵，你替伊做保，我真正足感恩。啊，不过，你跟我讲是未来的囝婿，这是两回事啊。阮子彤还袂嫁入去恁家的大门呢，恁后生就对恁子彤安尼，让阮子彤这尔啊委屈，那恁阮子彤以后是要安怎？所以今日我一定要把代志问好清楚，听下哦，你讲好清楚，讲。妈，恁一开始就跟我比，袂说我真正有做啥共款，敢讲我拢袂着急，我袂掠狂，我袂着急个。袂记你一挂代志，而且早讲慢讲，敢有啥物差别？规定唔讲我安怎解做，你拢唔相信嘛？啊，你何必浪费时间啊？你一开始都无把代志交代好清楚，你根本就是有鬼啊！我知影啦，你即摆呢就是要替子龙抓一个替死鬼嘛？啊，你好。我承认啦，我反背自从啦，我丢外国的父母啦，原料桶嘛是我掉包的啦，安尼总行了吧？不要拍吼，较冷静好不？大家只是想要查出原料，想怎用掉包？你敢袂听安尼讲话？就是恁逼我安尼讲的啊，敢不是？不要拍吼，阮只问着关键的问题，你都安尼见笑当受气。你这种态度，无让人怀疑才有鬼啊！我无，我啊，我真正哦看袂落去啦！啊，你那雄雄走来甲阮开门东门西啦，都敢因为一个导航记录，啊，袂输甲铁证如山嘞！来来来，我问你，阮开雄啥着要去害恁子彤啊？伊害子彤，你害着我呢？甲我讲死哦！我嘛唔相信讲哦，阮开雄做种代志。廖建坤啊，天会落雨，人的心是会变的。啊，你袂用安尼讲话啊，讲一个囝生一个囝。啊好啦，即摆够强啦，行车记录器会当证明阮台湾清白啦。看了我恁老鸡嘴变鸭嘴啦。廖建坤啊，阿妈，坐坐去。没个钱啊！好，有咱行车记录器的记忆卡，修理好后，到时阵是不是讲白贼廖凯宏，大家就知影。好啦，恁讲的拢有理啦，我真正无得跟我讲下去啊！恁若是要查，这样好恁啊，看你就要安怎查啊！但是啥个啊？我的行车记录器，予因送去倒位修理，够唔知影。喂，好，多谢。记忆卡修好？上好啊！马上就通证明阮开放是清白啊！行啦。我需要几万。